好，请各位同心尽快就坐哈。还没开始讲哈，来，吃饭前的最后一堂课。以后大家都是民政府的官员哦，我们从基本的上课礼仪开始啊。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有那个战俘营啊，在德国里面的战俘营关的是什么？哪一种人？盟军的嘛，哈，盟军跟德国打仗，怎样哈？盟军叫德国人抓来，放在战俘营内底，啊，在战俘内底吼，外口拢徛啥？卫兵嘛，哈。卫兵是要创啥？惊讲内底战俘走出去啊！伫德国毋是哦，是惊外口的来，外口的人，外口的德国人走去内底去偷摕物件。为什么？因为你战争到尾啊，迄德国人吼要做样板，所以战俘营内底吼，至少每一工拢有当食三顿，每一天都可以吃三餐哦。可是外面的物资缺乏，无一定一工食交一顿，拢无够，所以德国人。想要自己来对偷的物件啊，因为为什么因来对加上等？因为他要符合日内瓦公约对于战俘的基本的那个待遇，所以来对服务较好啦，啊，华高较歹，华高就几百啊，所以你的卫兵是要从啥？惊拢来几百偷的，所以卫少迄阵看每一个出来都讲袋子打开，啊，看咧无物件，好，下一个袋子打开，好，下一个，啊，弄安尼嘛，哈。啊，结果这内底吼，一个卫兵甲内底一个工作人员吼，伫内底工作的德国工作人员吼，主持人都熟悉。啊，迄个卫兵就讲：啊，你这個人啥物款，我都唔知。你主持人都爱偷摕物件，哪有可能？我每一工甲你检查拢无物件。哦，哪有可能？啊，迄个伫内底伊个好朋友就讲：我甲你讲，你袂使甲别人讲哦。讲好啊，我袂讲，我偷摕就是迄袋子。我偷的就是袋子，听有无？伊偷摕迄袋啊，迄行军袋一个也要上千块，即摆买起嘛真辛苦呢。一个月偷摕，每一工偷摕一粒，三十干毋着三万块，啊再去买十五干袂使。你们如果听不懂这个，难怪你有国民党骗呢，连这个笑话都听不懂吗？伊每天手空空就去内底啊，揣伊讲要检查袋啊嘛，啊就讲。袋啊，迄偷摕袋啊，拍开互你看嘛。啊，内底有空空，啊空空就出去啊，对不？啊，伊偷摕就是迄袋啊，迄袋啊一日一卡一千块呢，啊一个月啊三万块就摕走啊呢，啊拢无代志呢。听有无？你哪样呢？不是要你拍手啦，不是要拍手啦。我的意思是讲吼，你台湾人吼，每一工都想讲透早食饭，暗时食饭。啊！看电视，去看黄色笑话。电视叫你去创啥，你又去创啥？结果规关拢关走，去用卖掉拢唔知啦，是安尼啦。你们设定好，你们想的代志，每天想讲选举结果相关，服贸即卖虾米款，但是甲台湾上重要的关系，你拢唔知啊。即卖军队去撤销啊，还没政府成立啊，你敢有知？你看新闻敢有看到这个物件？看无嘛？无可能看有嘛？啊！你过去你所谓的跟台湾有关的历史，是对倒来？拢中国人甲你教的嘛？教伊的中国史嘛，毋是台湾的历史嘛？迄是中国人的思想嘛？我今仔日这一堂课就是要来讲，安那去解嘛？你看咧中国，你过去的中国史是安那咧看，是变那个解答？来，头一张，这是啥物件？看有无？看有人举手？看得懂的举手。一百度古典卫星，看有诶野手，无人哈、哦，
干那人。袂歹哦，啊，即有看到物件哦，袂歹哦，诶，无啦无啦，啊，好，下一张，啊，这啥？那毕加索画的什么？里面是什么？裸体的女人嘛，哈，啊，刚有汽车，刚有飞机，啊，刚有坦克车叠来叠，所以它是什么？是不是抽象画？不是，它是具象化。你都看女人那是抽象化，这个具象化只是不同角度去看嘛，它是具象嘛，只是立体画派是一种具象嘛，它不是抽象。抽象是你完全看无嘛。我这边没有对答了哈，我会问你们哈。啊，这个1907年，你的阿公阿祖一种位啦，啊，你看无啊？表示啥？你的艺术欣赏水准还够停在100多年前呢，百几年前你。八几年前的图你看无，迄阵系啊啦。你艺术方面的，到即阵你还阁唔捌呢？八几年前的物件你还阁看无呢？真系呢。下一张，这你有看有啊嘛？啊，这就看得懂嘛？是不是？是不是看得懂？是不是很简单？有人嘛吼？大家一点回应，是下午哟，爱困来呀？看到裸女嘛，好醒起来。下次我改成裸的帅哥给你们看，造福我们的女童星们啊！在1751年呢，迄阵物件你在看无啊？啊，你们的300年前的艺术欣赏水准，都假迄是1900几年。第一个是 Baroque， 是毕加索的好朋友一起长大、一起走立体画派的人画的。啊，这边看，这一个杯啊，这样叫杯子，这样也是杯子，安尼嘛是杯啊，那嘛杯啊，对吧？啊，看敢敢来对家看？你看我这里嘛是我，安尼嘛是我，安尼嘛是我。立体画派就是我从不同角度看我这个人，啊，同样一个位置把它画出来，啊，都变作安尼。鼻位加看，耳啊嘴啊看，啊，都立体画派就照出来。啊，头一张迄是比较夸张，越切越碎。啊，你要看哈，那个立体画派了，安尼已经过关了嘛哈。从印象派里面走到立体画派嘛，接下去还有很多、哦。你上我的艺术史的课会，艺术解码会更多哈。来下一张，哦，侯佐克法则。最近几天你们都在练法律，但这个不是法律，法则是一个原则，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比如说地心引力都要那么无，哦，离开地球以外都是地以内都是以外不是以在地球上面都是地心引力嘛，啊，以外叫万有引力嘛，啊，东西跟东西之间有引力嘛，对吧？这是都放诸四海在皆准的标准。在这种大自然里面的原则里面，有几个特性，我只拿出其中两个，叫做 consistency， 另外一个叫 integrity。 consistency 就是指一个形式系统中不蕴含矛盾。举个例子，解囊塞恰一下子飙200，一下10，在一个小时之内，一下200，一下10公里，一下50公里，它的速度就不 inconsistent。 OK，啊，比如说里面有心跳问题，对不对？一次跳200下，一次10几下，有的时候不跳，那就是 inconsistency。 你的心跳的速度是不持续，不是一个持续状态。还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我既然穿衫，我现在穿西装打领带，结果他穿两个衬托，是不是很奇怪？一定奇怪，没看的嘛。或者一双白鞋，一双黑鞋嘛，一双白袜，一双黑袜，那我就 inconsistent， 我这个人在穿着上我就不是有一致性嘛。OK， 在法律上也是哦，法律上他法律应用出去要一致性哦，他不会说这个法律到这个人身上变这样，到那个人身上变另外一样子。国民党来的法律都是这样，会变了，会变了 ，inconsistent， 因人而异，因人而设，都不一样啊。但是在美国坚持这个法律是 apply 到所有的人哦，就是 consistency。哦，法律要 consistent， 然后不同的，比如说立法、行政、司法中间，他所执行的东西也要 consistent， 哦，要有一致性。比如说法院判的啊，行政院就要去，他们的立法、司法单位就要去执行嘛，哦，知道哈，这叫 consistency。然后右边这叫 integrity 比较倾向于个人 ，integrity 就是我这个人有没有完整性。就是我讲的，
跟我做的这行为里外表里一致的意思啦。Integrity 的相反词是什么？叫做 dishonest， 这不诚实。在美国你骂人家 you don't have the integrity 的时候很严重哦，说你这个人基本上是不诚实的人，不值得被信任的人。你的位阶越高的时候，你的 integrity 就很重要，越是做老大。比如说我在这个村庄里面做最大的丢乐，我做事情一定要放诸每一个人身上都一样的标准。我不可以说我对这人特别好，对这人特别好，为越过来的人越需要，这样就是你要有表里一致的行为，人家才会信任你嘛。啊，现在这说到国家也是这样嘛，美国这种大国，你如果要做世界上的老大，你做的方法就要有一致性嘛，你的行为一致性，然后你所宣称的民主自由啦，或者按照法律执行，这个你所讲的你就要真的去做嘛。你不可以我想一套做一套，这样很快美国就失去了世界领导地位嘛。啊，你知道哦，所以我们台湾可以去国外那里，就是因为美国的法律有它的一致性。所以你在法院里面，只要在做的只有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证明对方他所讲的跟他所做的是不一致，你的道理嘛。或者当你提供的证据跟他所宣称的内容是不一致的时候，你的输起嘛，这就是法律辩论的过程当中要做的事情嘛。所以叫做 inconsistency。啊，同样，咱那个美国讲，你甲旧金山合约你有签啊？旧金山合约在恁的宪法里面讲，它的位阶等同于旧金山，等同于宪法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去遵守？你反而制造一个叫做台湾关系法底下去做另外一个狗屁倒灶的事情。你只处理 people on Taiwan， 你没有照顾到我们 people of Taiwan 的权利。我们这块土地上有两种人嘛 ，people on Taiwan 跟 off Taiwan 嘛 ，off Taiwan 就是土生土长，咱本土台湾人嘛。那是战败国，大日本帝国战败的人嘛？你袂使你敢来教过这流亡难民的中国人，啊！你无顾虑到我们的基本人权嘛？都、就是安尼个美国讲嘛，讲你教你的法律你袂使安尼，所以输起嘛。因为他的法律系统是可以被信任，他有一致性，所以你可以在他的法律系统里面获得什么保障嘛？啊，再回过来要求他的行政部门照着去做嘛？都、就是安尼啊，我们就在玩这几个、啊。一方面，我能讲美国你是一个有国格的国家，所以你做的法律的行为也是有一致性。那我们现在发觉你不一致的时候，麻烦你回到你该做的事情上面。所以美国再回过来，对不对？帮我们成立民政府，把国民党的军队全部取消，这是一步一步在做的事情嘛。下一章，基本上有一个问题了哈。先讲这个，待会我再讲下一个。所以历史上事件只有一个，但一旦诉诸某一种语言文字来描述的时候，就会采取某一种观点，也就是所谓的描述的一致性 consistency。 因此所有被写出来的历史在文字的背后都已经决定采取某一个固定的观点，史观啊，历史的观点啊。你现在的历史史观是中国人跟你说的，它有一致性，一致什么？以中国人的立场想的观点，但是你是台湾人啊，为什么要采取别人的观点，对吧？所以你现在跟很多朋友说台湾民政府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我说他们有错误的史观的时候，有些人哦，年轻人说史观有什么重要的？错了，史观非常重要，观点会影响你的立场，立场会左右你的选择，选择之后的行为会决定台湾人的命运。一个串一个，决战点不是在后端啊，在最前面啊。你怎么看待台湾这个历史？就可以当东西，别人给你的历史的史观，任何一个东西都有一个观点嘛。好，下一个，我待会再讲这个哈。我先讲观点，观点谁都有嘛，对吧？最近不是有一个什么？哦，那个，我待会再讲。观点大家有，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哦。男生有男生的观点，女生有女生的观点，对不对？美国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观点；美国的白人，白人观点，对不对？他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啊，新大陆来人来对人讲，谁给你发现的？我本来就多加，对不对？哦，是不是？所以观点，每个人都有观点，但是你的观点重不重要？不一定哦，不一定哦。
男生女生结婚的时候，是不是都有带着自己那个原来的出生长大的家庭的观点进到婚姻里面？啊，都会冲突，对不对？伊讲，阮到食饭拢爱打雷，拢到齐才食饭的呀。啊，因某讲无啊，阮到做生意啊，下人先来先吃，啊，不奈也付一家，这样就可以吵架了，因为两个不同的观点冲突，对不对？还要怎么办？就要协调，对不对？那谁爱谁多，谁就让的比较多嘛，对不对？对不对？就根据对方的观点嘛，这样才能婚姻才走得下去嘛，要不然就怎么就离开了嘛，就不会再走下去嘛，对不对？所以一个观点要磨合，最后有一个观点胜出嘛。啊，印第安北美的印第安人有观点啊，他说我是原住民，没有错，你是没有错，你是印第安人啊，但是谁决定他的生存权？北狼啊，他有观点啊，说话的。台湾人有台湾人观点啊，你讲服贸想想啊，结果呢？有没有结果？没有结果啊。你有观点又怎么样？你每天在那边吵吵闹闹又怎么样？没有结果啊，因为别人家定义你的游戏规则啊，两个多啊啦。啊，你得慢慢了解为什么是这个情况，我慢慢会讲啊。所以，咱今嘛基本上是一个系统转换，咱台湾今嘛在经历的就是一个系统，叫做 paradigm shift 啊 ，paradigm 就是一个系统。过去咱是伫佛摩萨系统内底，什么叫做佛摩萨系统？咱过去是住在这个岛上不同的部落。啊，每个部落都有他们自己的观点，对吧？啊，为什么部落之间偶尔也相怕啦？但是大部分是相安无事，因为这个土地真大，啊，人无济，啊，所以你要搞跑的，走到乡个边啊都无代志嘛，大家都相安无事。可是慢慢大日本帝国系统进来，之前是有清朝大清帝国系统进来，没有错，想办法要给你开垦，要给你盈利的人，来家都是起城起庙哦，抽税贪污，那个大清帝国来做的代志嘛。啊，后来大日本帝国战把大清帝国打败了，这边它的里面，我们就突然之间从一个部落形式的国家，不是还不是国家，部落形式住的地方的人，突然变成一个有主权独立国家。所以台湾的主管是下人建立，大日本帝国帮我们建立，所以我们突然之间从一个这样子水准的人民，变成帝国的训练、跟教育、跟语言、跟系统、跟制度就建构起来。结果呢，二战的时候，美国又打败日本，所以美国基本上。世界上唯一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只有日本人，对吧？所以嘛，建立这系统啊，虽然他打赢，他现在被他占的地方，他要怎么处理？想办法让你之前的大日本帝国系统不发挥作用嘛。所以目的的是被改来毁掉你的之前的大日本帝国系统，所以这样你派三流四流国家的人来通敌嘛。中国那时候很末流的呢，那是建白的建信国，对不对？他的系统是很末流，不仅末流到一个程度，还被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系统打败嘛，所以才招来台湾嘛。我们刚才讲的支那国系统，还里面还两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系统跟流亡中华民国体系，那是有接了一贯的。啊，都给人糟蹋了，所以你这黑洞就被破坏掉了。所以咱台湾人讲讲有诶无嘛，对不对？所以因那几百条以系统内部对象是被统治的人民。一种通敌狼，在思想上以特定的史观争夺历史解释权，为了维系统治的资格。伊即摆甲伊讲的历史是为着合法化他的行为。为虾米我会当甲伊通敌，甲伊编一套故事？有一个说法嘛，我有一个说法，你在听我讲话嘛？有一个说法，你在乖乖听我嘛？对不？伊讲有一个中华民国，即摆你是伊的啊，你是伊的人，甲你发护照，拢甲伊骗的啊，规官拢甲伊骗的，对不对？在制度上以史观建构法律规范，再从这个样的史观里面建构所有的法律条文。所以你现在服贸去抗议，别怎么，那个法律是伊也是基于大中华民国的史观建构的系统来的，选举制度嘛，以及被就地合法嘛，哦，这样知道了哈。OK， 下一个，不讲那么多哈。所以支那国的史观，他们都有一个，我们要知道所有的。支那史观 is always tainted by sin, motives, and self-interest. 他们的史观都带着基本上有三个东西特质在里面，你们要慢慢一个分析出来就知道。一个是对他的过去，一个对未来，一个是当下。过去的罪行被给他扛起来。金甘丹最近不是有个教授说，啊，你台湾人叫台西十二人啊，十二万人，那没什么啊。一共这句话对不对？对。因为他是中国史观，但是不是台湾史观，对吧？在中国台西十二万人不算什么，在台湾不是这样。
在中国可以错杀一万个，也不要乱放走一个。在台湾不是，我们宁可放走一万个，也不要错杀一个。哎，不同的史观啊，贵几单好几不然搞来的秀苗苗，那我们有户口普登记嘛，对吧？目前人很重要，你是向谁，你谁下人都有记录。因中国没有一个好好的记录公列人口到底有几个呢？一波在台湾里走嘛，啊！但是日本帝国是这样在做的 啊，我们也习惯这种系统啊。虽然都着中国人机关公款让刚机啊嘛，那我要压板的公款，什么西仔里啊也不算什么。所以基本上都是叫你往中国史观套在你身上啊，相信的人怎么样？那你小孩子就相信了、啊，因为教科书这样教啊，啊，他就认为说啊，这波想哦，啊，结果是什么？那你觉得二八没什么，台湾人叫台没什么，因为你他已经站到中国人的史观来看你啊，对不对？史观重不重要？很重要啊！伊安尼用史观都合理，完全认为二八无代志啊，跟你洗脑嘛，你叫用设计嘛？干嘛这十万无啥？阮中国拢嘛死过几啊百万呢？那是恁呐、啊，不是阮呐、啊。台湾无几个人会当安尼死啦，对不？所以史观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啊！你起码跟你的小孩子在抗争都行，你大人也要想，你那不要想啊，你那敢要背呢？伊就教你那去背因的史观啊。到尾啊，伊个想讲，哎，是中国人啊，迄国家还啊，抗日分子居然变英雄，啊，咱大日本帝国啊，抗日分子是咱的反叛团体啊，那个点都败嘛，对吧？抗日怎么会是英雄？抗日是违反统治者、啊，你应该是被抓起来关的啊，对不对？颠倒过来哈、哦，还有一个 motive， 就是未来动机，他用史观来告诉你。目的是什么？要就地合法，没给台湾加开嘛？所以他告诉你很多嘛，他只是告诉你开罗宣言嘛，他只告诉你，他不告诉你旧金山合约啊，才是真正决定台湾的未来啊！伊不爱跟你讲啊，为什么？伊是要给加开嘛？啊，尽量让你选举，叫你去选举，目的是什么？你被就地合法、啊，他有选举之后才跟美国讲说，哎、欸，我们有选举哦，这是台湾人做决投票搞算出来哦，我们有民主制度啊，你可以拒绝我们吗？啊，大家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啊，啊，有来算计啊，算中华民国流亡进户的票啊，总统啊，你怎么去反对这个？美国也说不做不下来啊，就像克里米亚一样啊，啊，里面的人都，美国你那么强调民主制度不是吗？啊，我克里米亚90%人都认为我是俄国人，那我是不是克里米亚就从乌克兰里面分裂出来变成苏俄的一部分？不行啊，这是违反国际法啊。对吧？民主再怎么讲，讲到后来没有说无限上纲哎、欸，民主后来流亡政府就爱咖喱民主，这是假的民主。他希望你说哦，民主，我们来大家投票决定。拜托，这块土地有两种人，怎么民主？有中国人的国籍，还、啊、有台湾大日本帝国的国籍，是别那做决揽这位来投票。啊，不，你遐厉害逼狗，你都放一亿人的中国人到你美国去投票看看，你可不可以这样做？不会塞嘛，因为你的。基础不对嘛？你投票的基础不对嘛？两个是互相敌对的双方，怎么一起投票？你跟你的敌人一起投票，决定某件事情的结果嘛？一个被抢你厝的，刚刚我们来投票决定，领导归人，问到归人，决定这间厝下来，该安呢？对不？无安呢嘛？民主要看你怎么玩哦，不要被他玩掉了。第三个 self interest， 就接着叫你继续投票啊！年底要选台市长了，进来算哦，媒体给你。讲哦，今麦市长下场怎么白热化？你都一定要参加哦。你参加的话，你才真正对这社会负责任。你的媒体啊，你该 say now 啊，啊，你有请假去参加，你就套进他的，叫你看袋子里面有东西啊，对不对？就是我那个笑话，袋子打开，看来对，谁叫你看里面啊？外面那个你不用看吗？对不对？所以袋子打开去选举，袋子打开哦，胡帽。就每天弄点想黑啊，结果鬼刮弄刮照啊，就是这样子。下一张，哎，再回到上一张。所以呢，史观非常重要，观点影响立场，立场左右选择，选择采取行为，行为决定命运。记得这个，下一张。所以这是什么？咱今麦得胸口是要帮助什么？帮助台湾人从支那系统里面走出来了。是别安那我台，来，我们现在问到问题，法理都讲得很清楚哦。但是台湾人看他行的行为想不懂，所以呢，起码想办法。我为什么我们都在这边上课，都是用说服的方式把台湾人来对抓出来啊！你要来硬的话哦，我跟你讲，台湾人他会跟你反抗哦，是啊，
有时候你为了要救一只猪吼，掉到那个水沟啊里底吼，要甲救起吼，啊，你甲救是好心对，伊甲你加呢，伊甲你加呢，因为他不晓得你来干嘛嘛。啊，台湾人就是安尼啊，落去水沟里底，人要甲你救，啊，甲加呢。你讲这是怎么想，对吧？你来破坏我现在的系统，不是呢？我们现在用说服的方式，把台湾人慢慢从过去被人家骗的里面救出来。不是很多诈骗集团弄起来的呀，搞咩搞真侪人骗钱呀？啊，你去银行里面汇款的时候，啊，警察讲，哎，阿伯啊，你卖不要汇款好不好？这人给你诈骗，闹呀，啊，还跟人派对吧？哎，对台湾人这边的情况啊，我跟你讲法理啊，讲得清清楚，台湾真正的身份地位，讲闹呀，啊，过去都唔是安尼啊，废话，过去都是给你骗啊，啊，你真正相信那一套？那现在是说，怎么让你走出来？有几种方法？我是用方法在讲，比如说，你怎么看历史 ？Give things their proper priority, then you can have the perspective。就是你开始给你所看到的资料给不同的先后顺序，之后你才可以看清楚整个历史。下一张，这是什么？透视图，哪一张最清楚？当然这一张最清楚啊！为什么？远的大，不是远的小，近的大嘛，对吧？啊，你就看得很清楚这个透视嘛。啊，你啊，三个拢赶快变大，怎么样看？灰去啊嘛，对吧？是不是看到灰去啊？啊，这个呢，那扭曲的历史，他把特定的部分放得特别大。比如说中国历史，你可以看咧，你这把高中课本都是一大段就在讲中国历史，对吧？你的课程纲要来，对，大部分在讲中国，讲到台湾，讲到日本一点点，讲到过去的台湾几万年的历史拢无讲，就是这样的啊，扭曲啊，扭曲之后你就看不到真正的perspective， 哦，下一张，好，今晚来啊，好啦，证据有很多种，有 A 级、B 级、C 级、D 级的证据，在法院里面，不同的证据有不同的效力，越上面的证据越有公信力，为什么？因为它接近客观，越下面的越偏主观。上面什么叫客观？比如说基本的逻辑推理，比如说进化论，进化论不一样不一样，因为它是论嘛，所以它不是真理嘛，为什么？因为他考古挖到的都是特定点啊，中间没有连贯的东西啊，他就把它连成一条线，这叫进化论，这逻辑上就可以推翻了齁。物理性质碳14半衰期，基本件齁是用来测那个有机物它有多久，比如说这木乃伊归你啊，这人死去我归你啊，我们这碳14个9就怎样那个时间，可它有一个限制叫5万年之内有效齁。啊，化学性质氧化，比如说这个民族这时候已经开始使用铁器，而且有看它氧化程度嘛，还有怎样嘛，哦，还有一个生物性质 DNA， 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很特别，因为最近生物方面发展的很快哈，所以用那个棉花棒在口腔里面刮一下，拿去实验室里有怎样立下面囊了，很快哦，待会我会讲。这是这一集的哈，再来一个叫历史文献，历史文献分两种，一种是。历史文献不同于考古学家，还是好，你就直接看下一张，我们看那个好了，图片叫做 historical document， 这个是不跟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跟考古学家是不一样哦。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目的是要重建当时的状况，为了做推论之用。但是历史文献是主要的，比如说旧金山合约，这叫历史文献哦。它是签的重要的合约齁，来回去下一个，再下一个，它叫 archive， 就收集资料，不做任何判断。比如说我把纽约1960年到1970年说杂志全部收在一起，我不管什么杂志全收，那我对这不受像判断，是提供给做研究的人用。 OK， 回到刚刚那个前两章之前，来，这叫历史文献里面包括考古局，再来是文字记载，比如说文化产物啦，什么什么历史记载交叉从这个又是下一集齁，偏主观编一个故事出来。所以以前的考古齁，挖到东西怎么办？你挖到东西代表什么？所以他会想一个故事啊，把这个考古符合那个故事，先有假说然后求证，然后证据去求证啊，如果冲突的话他就推翻假说，重新再建构新的假说，再去求证，再去挖到新的证据就修正齁，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真理齁。那接下去就是这个了齁，所以 A 级的证据出来的时候 ，B 级就要靠边站 ；B 级的证据出来 ，C 级也靠边站。那也要看哈。所以，咱民进部跟你讲一下，
我们不是跟你画一个大饼，叫你去追求未来哦。讲台湾未来要安怎？不是呢，我们把过去历史上的事实、历史上的文件、科学的证据，对吧？给你知道啊，阿里德后啊，我们也不用讲太多，你自己去下判断。哦，那中间没有太多说服的过程，只是告诉你有这些东西存在，你怎么办？有旧金山合约在，你怎么办？啊，春雷黑洞靠边站嘛，宣言啊，开罗宣言、微博的靠边站，因为有真正的合约，旧金山合约已经出来了。五十几国签字的门槛已经找出来，这个法律效益都很清楚了哦。下一章，那、啊、再走，再走。OK， 哎、欸，我那个迁徙图不见了吗？你可以帮我找一下有迁哦，出了没有？之前有彩色的迁徙图，这张的图到哪里去了？可以帮我找其他以前旧的东西，把那个图弄上来。我另外一个档案开另外一个档 ，PowerPoint 前面前一次的，这个不小心杀掉了。可以找到吗 ？OK， 好，很好，谢谢。哦，我刚才不讲吗？这是国家地理杂志，这不是我讲，我也没有办法编。国家地理杂志现在很有钱，说做了一个 project， 它叫 Genographic Project， 就是把你的口腔用的 Q-tips。刮过，然后他就回到实验室把你抽出来，看你告诉你是什么什么人，你的祖先是谁。那这个 project 主要原因是因为人的染色体哈，我们在复制，在传宗接代的时候，你染色体复制的过程当中，那么几万对里面一定有误差，有突变。那但是你所有你从你这边出去的突变都之后，你的后代都 carry 都带着你这边的变异细胞一直下去，所以用这样才倒追回来，说你是谁生的，从哪里来。那他目前有70万个样本。70万个样本，就是做了70万个 test， 所以几乎基本上把所有人类迁移史都照到出来。那迁移史是有时间的，所以最后人类对到来，狼对到来，看这个图啊，哪里？有人知不？哎，非洲啊，非洲啊，最后人类是从这边来啊，在六七万年前啊，狼对到所有的人类哦，你的 DNA 里面这样找追是追到这边哦。然后后来呢，分成三支，一个往欧洲走，一个往东中亚走，一个往南部走。你可能对台湾人够有兴趣哈、哦，台湾人就这个 M174 的后代，对这行，行到非洲南部、印度啊，走个对印尼哦啊，台湾，再个日本，再个韩国，再进入所谓的中原地方。啊，中原这个所在有几多少？有从蒙古下来的，有从西藏进来，有从新疆进来，从印度上去的，所以谁是杂种？中国人才是杂种啊，对不对？而且他是我们的后面啊，他是我们的后代啊。谁数典忘祖？中国人数典忘祖啊，因为人是对咱家起的嘛。科学证据出来啦、啊，告诉你，夏人是夏人的祖先，我们是中国人祖先，我们是日本人祖先，日本人是韩国人的，韩国人是中国人的祖先呢、欸。啊，纯种是烂的 ，M 174到这个地方六万年前到这边就没有改过了，因为那时候还没跟外面互通啊，在这边呢这个岛上啊，然后很多人是从我们这边出去的、啊，烂在几周先呢、啊，烂在家已经五万多年的了，五六万年了，中国是最近三万年一万年才到的、啊，而且烂个各种人种在里面混，后来是形成文化上的大国，再反过来侵略四周围的国家嘛。所以夏人数典忘祖，因啊，夏人是杂种，因这是杂种啊，咱损的呀、啊，咱家背包做狗刷做的人，你都还很高兴自己身上流的血是 M 一七四的后代，你的血液抽出来就好嘛，这科学证据嘛，这没我没给你编故事嘛，就科学证据就好了嘛。啊，可惜哦，因为文化上的侵略，所以咱今嘛背包做狗刷做的后代，自以为自己是客家人，自以为自己是喉咙人，自以为自己是。专究还是穷究人根本都不是嘛，你的血告诉你不是嘛，你是因为你文化上被侵略了嘛，在清朝的时候200多年用语言，我跟你讲宗教这神嘛，不是咱家的神啊，是中国的神啊，他叫你去拜中国神啊，他那个神是从那边来，从宋朝不同的朝代来的啊，不是台湾本土的东西呢，咱本来是住在13世纪日本人来，后来15、16世纪葡萄牙人来，咱本来也没名呢，台湾这土地是自己生团的一个所在呢，那后来因为这些文化上的强势，人家给我洗脑，都给我盖起来，所以你的血不是这种人哦。
所以那时候 Dr. Spencer 就是这个计划主持人讲过一句话，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伟大的历史啊，历史书是记在哪里？记在我们的 DNA 里面，骗不了人啊，那不能用谎言或者编造故事或者讲一个假的历史都给你变成一根狼，为什么？我们 DNA 里面血抽出来最清楚啊。好，下一个，谁才是传统？下一个拍谁啊？回到那个，哎，对，这边是时间啊，他的另外一个图就是在这里啊。哦，李玛丽医师也做了一些研究，可是他的 scale 不一样哈、哦，跟我们抽样的样本空间不一样，但基本上是符合哈、哦。你看这个时间点，这六万、五万、四万、三万、两万、一万，所以到家已经是接拿写，以前一万多年前到家，那五万年前呢，四五万年以前都到家，不要看哈、哦，下一张。你几岁？你叫什么名啊？我星期五碰到你，你就叫星期五，这是什么故事啊？有没有？哎、欸，有没有听过《鲁滨逊漂流记》？有没有？有没有看过这本书？有的举手。啊，有哈，《鲁滨逊漂流记》啊，伟人唔知，那个贵体五杰北狼在，在1719年，他写了一个小说，就是五杰北狼啊，这尊啊遇到船难，就漂流到一个荒岛，他就用船上剩下物资就盖了一个书屋。啊，就在那边一直住下去啊。过了一阵子以后，就碰到一个当地的土著，就跟他啊，他因为他说，你就给他后面讲啊，我礼拜五碰到你，就到 Friday 好了，很好笑哈、哦，怎么好笑？哎、欸，是这个人多爱家呢，本地是我多爱家，啊，你这个人几百个搞后面了，是不是颠倒拜义？照理说过，你这白人照来家冲上，我给你后面嘛，啊，结果不是呢，所以这叫白人观点的小说嘛。他就是以白人观点来看世界所有东西，其他都是欢嘛。啊，我靠，地理好名嘛。所以他倒过来，台湾人叫什么名字？台湾更是摸清的名，不是嘛？台湾本来的名叫叫福尔摩沙呀，嘛不是嘛？台湾本地无名啦。一块土地，一个岛上面自给自足，为什么要有名字？从来不需要有自己名字啊。它上面只有部落的名字嘛，因为部落之间会打仗，所以我都要叫你的名，再话都 identify 你。然后跟你打仗嘛，说诶一下人某某某人，你给我欠身份给我别来偷，是吧？要叫出对方名字。可是如果这个岛上都只有这些人在住的时候，他为什么要他对外不沟通，根本不需要取名字嘛，就过去台湾没名嘛。那是福岛人来说，哦，美丽的岛 Formosa 来叫的。啊，我是干嘛个人，我干嘛福尔摩沙被拍掉啦，因为以后我们要跟国际互动嘛，我们要一个好歹我们要一个名字嘛，毕业台湾台湾 Nice 开后店嘛。Japanese 台湾的 Vietnamese 用 get 这意思就把 Chinese 就拍掉嘛，啊，德国为什么要 German？ 美国为什么要 American？Australian 都是 Ian 对吧？啊 ，Korean 嘛就海嘛嘛叫 Korean 对吧？嘛不叫 Koreanese 对不对？啊，我干嘛 Formosa 讲好听啊？哦，那叫 Formosa 嘛好嘛。来下一张，所以毛利人来台东寻根发现传家宝。这最近的新闻啊，一些纽西兰的毛利招来加空，哎，啊，台湾门口那个周先生赶快，免烦恼，因为那些抖一点出来，你有一个大 A 级的证据出来，你所有的考古东西就符合这个大架构里面。下一张，哦，哎，再下一张，拍谁？哦，这是什么？1920年3月的《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 ，Formosa the Beautiful， 那阵叫人叫啥 ？Formosa 对吧？这是美国纽约那边一个报纸说，那时候 V 里告炸台湾，对吧？炸一个 Formosa， tons of explosive for Formosa， 一共用台湾没啊 ，Formosa。下一张，这是 San Francisco Treaty 条约来的用什么名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the Prescottolis 就是澎湖了 ，Formosa 就是台湾了。啊，用什么名字？都不是你现在用的名字。Prescottolis， 来下一张。Sense of existence， 现在就要讲到这个东西啊。你台湾，你到底你多加是什么人？你要先搞清楚嘛，要不然你为谁而战都搞不清楚嘞。我讲一个故事哦，你细汉一尊吼，咱当下出席一尊，哎，你怎么知道你是谁啊？透过谁？有人跟你讲嘛？无，我讲老母啦，你肚子饿。号嘛，妈妈就喂你奶嘛，你就吃饱，啊，给你秀对不？给你顺，给你浪，啊，慢慢兄弟姐妹来了，爸爸也来了，
啊，就慢慢建构自己的存在感嘛。因为家庭其他分子建构的更完整嘛，所以如果小从小被呵护长大，他存在感就很强嘛。存在感强的人怎么样？他就有自信心嘛。有自信心的人会怎么样？他学习力就强嘛。学习力强的人怎么样？他竞争力就强嘛。以后就变有用的人，可以去帮助别人嘛。啊，如果这件事情倒过来呢？如果小时候连好公八斗要不讲，要啪给我伸出一背面呢，给我屌出一背面呢，太可怜嘞。Baby 刚出生的时候，正在建构他的存在感的时候，被一个负面的回馈给他。看这样我可以育幼院来对吼，给传妮娜来送，然后办游戏啊，或加物件啊，办得很好，很多大家都在玩啊，就是有一两个小朋友躲在桌子底下不要出来。啊，甲高姐伊都是不爱，讲卖啦，不要当作我存在啊，取个给球队补物件啊，出来出来。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小孩子不要出来都是受虐儿，为什么受虐？他在长大过程当中，他被虐待啊，被虐待以后，他就不需要你知道他存在啊，他非常的低的存在感，这种人就没有竞争力，也不想学习，以后都是社会的负担啊。你弄个人给叫狗啊，咱台湾人都是这样，大家都长得像受虐儿啊。为什么？我是台湾人，啪，给你伸出一杯，我台湾人，啪，你中国人啊，我台湾人，啪，你中国人啊，对不对？你在形成我的这个人存在感的时候，我被否定，不仅否定，还给你冠一个另外一个名字上去，不是你的名字，那不是受虐儿是什么？哎，公话不清，你还叫台湾那也要拍电，还是咔嚓抢出来的？可是偏偏连台湾都还不是你名字嘞，我够可怜嘞！你对台湾人的过去啊，受虐儿啊，你的存在感无啊，非常低的存在感，还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还够够嗨气嘞！我在讲这个哦，继续讲下去。他在部落跟部落之间打仗哦，其实在拼那个存在感。存在感强的话，哦，敢开让我轰，都会欺负其他的。以前的部落跟部落之间怎么打仗？为了水，为了土地资源在打来打去，对吧？啊，我那阵营没安怎，给你弄抬掉掉，对吧？啊，这土地都我的嘛。啊，我那不给你抬掉，没安怎，你会反抗，你会复仇嘛？为了怕你复仇，我杀你嘛？但是顾起来，安尼嘛唔对呢。因为土地很多啊，那谁要去种？还是我要派人去啊？所以后来他们就较巧的想讲啊，迄较巧的、较厉害的，比较强蹦的吼，迄款我拢抬啦。啊，比较厉害的男生啊，强壮的，而且头脑聪明，都杀光了，剩下老弱妇孺留在那边继续给我耕种，时间到我跟你抽税，对不？就是安尼啊，恁乖乖伫遐做代志就好，出来免管，种地的代志唔当遐插遐济。所以最后怎么样？这种人，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资源回收人。什么叫资源回收人？本来是笨手，要用割掉的，我来捡倒回来，搁再生再利用。啊，你只要负责吃饭、睡觉、上班、唱歌、跳舞、买东东，这样就好了，其他不要管了。那隔壁就是一个资源回收城市啊，叫香港啊。香港人都是这样，每天只会吃喝、唱歌、跳舞、吃饭、睡觉啊，买东西啊。村里人不知道啊，对不对？没错 啊，英国人统治的时候来了一个总督，时间到了，你们香港人赚的钱 revenue 百分之多少我就抽回来。后来换成中国人来统治，江泽民讲什么？五照票，马照跑，对吧？意思就是给就做劣待机了，自己去在笼子里面继续绕圈圈了 啊。结果到最后说你是中国人，你要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歌，哦，都跳起来没欢喜啊，不用了，太迟了。跳的拢请招掉掉，对不对？招回加拿大，招英国。可是这群人跑掉了，还是资源回收人呢？因为他的 mindset， 他脑袋还是资源回收人脑袋。因为他只管吃喝睡觉，上班下班，每天付钱。这些熊搞的都是安尼啊，村里唔知啊，鬼瓜用刮掉嘛唔知啊。就资源回收城市，资源回收市的人看什么？黄色小鸭嘛。资源回收人的思考，他的记忆力有多长？你知道吗？没有人知道哈。我告诉你多长好不好？电视多。媒体多长它就多长，红昼秋暗一个月就是一个月，福茂一个月就是一个月，三氯氰胺一个月就是一个月，塑化剂一个月就一个月。为什么新闻不再报你就以为这件事情不见了？不是健忘都去给我混了一个案例啊，媒体是你的领导者啊，一个你中奖你有一个中奖，叫你上街抗议你就抗议，现在最夯的议题是什么你就去做，对吧？现在最夯的电影你去看嘛，
所以你基本上这是啊，一个是一个消费组织，你来上好，你教育为共，那你上好，因为之后产生消费嘛，那个媒体要做的事情啊，所以你个跨点型，你就是基本上就是接受他的命令啊，统治啊，媒体统治你啊，啊，你的记忆力就那么长 ，OK。下一个，台湾人吼，足奇怪啊！人家讲你叫什么名，迄阵讲未出家己的名，讲我是中国人，为什么？为什么你知道吗？你被鬼附身了啦！我再讲一个圣经上的故事哦。他在《蝶心经》来的有结构，说有一个地方叫格拉森，格拉森这个所在就是是天然的石灰岩洞，都、就是迄石灰岩，你知道吗？会滴水下来有一窟一窟安尼，一窟一窟安尼造出来。啊，所以人讲啊，真方便，那唔免做观察，规气也人细料吼，还包个包包的蛋来就好。所以很久了以后，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天然的坟场，因为大家都把尸体往那边啊，你怎样狼吸吸狼贼都像某一下贼，某一下贼都像那个鬼附身的吼，啊，里面就有一个人被鬼附身，啊，笑笑啊，就有力的啊，村人讲讲伊脑袋几多，剃的那个白个。大概无偌久，迄个哇，足有来过啊，冲个登去，啊，规身间拢无穿衫，啊，伫迄个坟堆内底走来走去，啊，耶稣来迄阵，我即个冲个耶稣头前讲，哦，永生上帝的儿子，我的时候还没到，啊，怎么就来了？啊，难不成我现在就要下地狱？耶稣伯公下面围一讲，你叫什么名字？啊，一两贼呀，讲不出来，还讲讲，我叫群，群是下面物件，一群的意思啦。都、就是附在他身上的鬼就多啦，这个节听到鬼滚呢，他已经讲不出他的名字，是鬼替他回答。啊，我为什么讲说啊？后来耶稣就讲说，从这个人身上出去，啊，鬼听到就跑出去，旁边有2000头猪，鬼就附在猪身上，冲到海里面淹死。啊，这个人恢复理智之后，他就把衣服穿起来，也知道他自己是谁，也可以回答自己的名字。当然，鬼去的时候，鬼附身，被什么鬼？中国鬼啊！为什么是中国是鬼？一个流亡政权不是鬼是什么？已经死掉的政权没有身体，不在他身体上的灵魂，他们的鬼，对吧？啊，招的招来台湾，要给你附身。啊，你给附身，你人问你的名叫啥？你不要讲你是台湾人，你就讲我是中国人，那就叫鬼附身啊！啊，鬼附身，我招联合国去抗议，讲承认我是中国人，那么好笑，用中华民国加入联合国，那么好笑，对吧？这就是鬼话，啊，也行诸白天的金门马祖啊，啊，都要叫人登记啊，啊，起码法理机关门讲都压缩真理啊，法理真理出来之后，鬼都要造起啊，那我们应该也羞怕啦，因为法理拿出来了嘛，法理一出来，所有的谎言都在造啊，就一样自然就不见了嘛，真理出来，谎言就走了嘛，所以人家尽管在修背啊嘛，都会造嘛，啊，修背基本上都得下面代志，有人不爱好修背，下人不爱好修背。民进党跟国民党的本土派不要虚伪啊，因为过去靠这群人在吃钱的啊，靠这群人在骗台湾人在吃钱的台湾人啊，还要继续做中华民国万岁，对吧？还要让中华民国就地合法化嘛？蔡英文不是讲吗？台湾已经是个主权的独立的国家，他名叫中华民国。蔡英文讲的啊，你们笑哎，那你名写上哇，就流亡政府的名字。民进党啊，中华民国民进党啊，啊，中国国民党里面的本土派，黑狗那边讲啊，对不对？啊，就这群人要在变啊，要闹就是这群人啊，啊，那群本来爱造的人，老早就知影啊，所以他有保护啊，框框要造啊，所以他跟王金平切割嘛，哎，马英九把他开除就是安尼啊，我要回去啊，啊，你嘛好耍啊，啊，不爱耍，就是安尼，国家伊的换衣嘛不好啊，对不对？好，不要讲太多啊。来下一个，好了，被抓到贼窝的王子发现自己真实身世。你去抓起来，你知道吗？你有跪抓起来，起码请给啊，没有？你的身份是什么？王子哎，王子哎，是什么？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嘛，对吧？你身份很贵哦，很高级哦，但人家不知道呢。那叫流亡政府糟蹋，跟咱不知啊，想讲自己是奴隶呢，那身份是很高呢。那今晚有新的身份叫什么？恢复一个叫大日本帝国臣民的身份。那在我要去天王面前摇旗子嘛？啊，不，下面人呢？当去啊，可以给下去。天王要接受啊，接受就是证明啦，就认可你啦。啊，你的身份出来了，下一步是什么？你有够这格不？你够不够格？你今晚
赶快解台湾卡出来，跟日本人卡出来，你够不够格站在他旁边说我是你大兄？没呢，从我们的请茶、咱恭维、谈吐、教育、生活习惯，都没他批评呢。为什么？因为我们被糟蹋了嘛。所以咱今晚要想办法，咱这代做不改，让我们下一代做会搞，好不好？让我们的下一代接受好的教育。那宁可我们这一代牺牲，我们好好俭钱，让咱下一代受到日本式的教育、美国式的教育，那条管嘛，对不对？够格配称这个王子的身份的教育出来嘛？哦，咱的思想打方便，所以咱的课程真丰富，包括什么艺术史，过去流亡政府袂甲你教的啦。你本身都流氓，啊，够有好个人甲你教什么高级的物件，袂甲你教。但是阮家袂甲咱甲你教，我们把它当作大日本帝国的臣民来教。OK， 下一章，回到原点，重新出发。回到哪个原点？战败的那个原点。回到战败的时候那个原点，我们回到那个原点，重新再来过。过去后来那都没算，那倒回去那些原点再回来。我们现在就是啊，怎么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日据时代的户籍嘛，对吧？哪一天那之前在台湾户籍有战败的那一天，在台湾有设有户籍的人，你再去架杠给本土台湾人，你才有资格叫大日本帝国臣民嘛。我们就回到那个原点，拿那个身份证来告诉美国，我们是战败国，我们被你占领，可是你要按照战争法来对待我们。你不可以叫我们去买武器，你不可以叫我的男生去当兵，你不可以改我的语言，对不对？你不可以叫我拿你的身份证，你不可以叫我拿你的护照出国，你不可以跟我抽税，对吧？你不要叫我去买武器，你不可以用大量的中国人招来台湾跟咱乱。为什么？你知道过去咱老母不是说卖给我啊新郎啊，卖出来我啊新郎。为什么？我跟你讲哦，那是种族快被灭掉的人从心里面发出一个最卑微的呼求呢。我还讲，台湾人可以去嫁日本人、嫁美国人、嫁英国人、嫁法国人、嫁非洲人都可以，都是别再嫁中国人。为什么？因为其他国家对这块土地没有野心呐、啊，只有中国人要吃你啊！你不要那么天真呐、啊！全世界说啊，我台湾人说啊，台湾的和平相处，大家住在一起，和和快快快乐乐干嘛好？唔好，你们搞不清楚状况。全世界人都最没有资格讲这句话是台湾人。为什么？你人很少嘛。人家十亿人，现在蛋姐你都弄瓦人起来呢，你在寡贼人，你没有资格大方你啊！你除了这个龟身级，公哥们要被请所有人家请客，那有可能？你都本地都无地嘛，你无地人，你都欠的用嘛。你要好好把你这个 M174后代保护好嘛，不是在那边给澎湃要气贵啊呀！哇、哦，歹拢来哦，搞不了你是谁都不知道。你不知道的话，这个土地就是人家的嘞，因为大部分人认为他是中国人，这块土地就是中国，就克里米亚一样嘛。乌克兰的人哈，虽然独立，他还搞不清楚这块土地有多重要嘞。是苏俄一直想说，哇，这个地方是我黑海里面的舰队最主要的地方，我想办法让这地方变成我的，对吧？大量人里面的人给他好处，啊，就想讲我是苏俄人呐、啊，很骄傲啊。啊，你跟你欧盟较衰啊，你都无搞帮助，我经济都遐歹，对吧？我阁欠人遐侪钱，你也无甲我帮助，安尼规矩我刷输二号，就是安尼啊。啊，你台湾你要醒起来，我是虾米人？台湾人讲个虾米程度啊？认为自己中国人，即摆全世界人准帮要甲修理啊！啊，结果你我中国人，你们讲个有春？美国第一名，日本第二名，你不爱去跟啊跟这三流国家，迄才奇怪嘞！更何况你还不是他的人，就算你过去，他也不会把你当中国人。为什么？你血统不是啊，你不纯啊。世界上没有纯的中国人啊，你定义不出来，没有这种 DNA 啊，你是文化上被人家洗脑了，去拜他的宗教的神啊，你用他的语言嘛，所以过去中国人来跟台湾讲话的时候，改变你的语言，你全部死了，不能让讲台语啊，爱讲台湾人韩班讲话，这不是韩班呢，那是因为你用讲叫我叫北京语，我才韩班的呢，那是你的语言，我叫你用英文跟我辩论，看看你的韩班没，对不？啊，你讲不出啥拢无啊。你跟你换语言就已经让你所有的都是缴械了、啊，手卡拢来拔掉啊，对不？四百万几个钱，跟人家铁造啊，啊，土地买个捡起来啊，啊，你那教育权都被他掌握在手中啊，连你的后代都把你收编了啦。你这一代毁掉，没打给你的下一代嘛，给你收编了。
你知道有残有偌残忍无？那叫做种族灭绝啦，你唔知啦，台湾人唔知啦，每天那个笑嗨嗨，我中国人，听你中国的，就让小孩子送中国教育，考级考中文，笑下一张。所以呢，从今以后怎么活下去？你总要找个理由。好家仔，好家仔，现在所有的世界上的国家都以一个原则来做出，要不战争打不完哦。你如果要用 DNA 来打仗，还是用文化来打仗，还是用基督教，还是回教，还是佛教的立场来打仗，还是用政治理由打仗，或者是讲历史观点，说自古以来谁是我的，怕没料啦。那种道理讲不完啦，我们现在只能用国际法解决。在法律上，这块土地是谁的，就是谁的。后家在第几不来的，我们台湾人的身份会得到尊重。哦，会不会得到尊重？过去台日本人统治台湾人是保持台湾的特色的，他没有要整个给你洗脑，没有。就算他变成日本天皇的领土，他还是维持当地的特色，就跟 Okinawa 的人维持他的特色一样，了解吗？好啦，所以我们回到这个里面，哎，台湾人不是就要省，这个要会算。OK， 为着台湾人后来的子孙，咱的后代，你要重新再 regroup， 就是再聚在一起，用什么理由聚在一起？都是 M 1 7 4的后代，住在这土地几万年的人再聚在一起一次。为着这理由，为了我们的后代，我们要打拼。好在这时候有法律来保护我们，好在我们有世界上一流二流的国家，就是大日本帝国跟美国来保护我们，对抗这个三四流末流的国家。被改成讨那个亲门塔大户，对吧？亲门大户嘛，哈。来下一个，是啊。那所以我们要跟美国呼求，什么叫做公义的战争 ？Just war。什么叫公义？公义就是你战争的开始，宣称要打仗这个事情要合乎国际法，过程你跟你见面的过程也要合乎国际法。咱今晚就是讲，你搞见面你要叫见面战争法给我。对乌兰台湾人，接下去是战后要发生的事情要也是要公益，就你怎么处理我们这些人，你不可以只处理 Chinese people 啊，我们台湾住在这边佛摩山怎么办，我们有人权要被尊重啊，这才叫做构成一个叫做公益的战争。你既然是全世界的老大，你就要讲到 What is a just war、哦、下一个种族灭绝现在来了。西班牙法院19号根据普遍管辖原则，对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前国务院总理李鹏等五名中国前任高官发出逮捕令，理由是这五个人涉嫌对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等罪行，这将会使得江泽民等人若走访国外可能遭到逮捕，中国官员则为回呛哪个国家受理此事将是自取其辱，有胆就来吧。哦，我们可能要休息一下子哈、哦。我先把这个讲完哈、哦。那个，这个东西很好笑、哦。中国其实有点像做贼啦哈，跟警察呛枪，后大搞我俩，后大搞我俩。哎，西班牙算是大国吗？不是吧，小国家嘛，还将近那个破产边缘啊。中国为什么不敢对他怎么样？他可以说，我们以后东西不卖给你，你们东西也不能卖过来，这样就好了啊。结果我们干，为什么我们干？因为西班牙属于欧盟的一份子，欧盟里面任何一个法院判的，其他都要遵守。什么叫种族？因为西藏对中国对西藏大量的人口进去嘛，给拦嘛，对吧？哦，西藏人用中国中文嘛，不给他传统的母语嘛，所以西藏人黑戏嘛，在招黑印度去嘛，要留他的种啊，要留种啊，啊不给我灭掉。哎，你们中国不是在讲说，哦，熊猫现在快绝种，我们想要培育。不好意思哦，你对人都不是这样子，对不对？你对西藏人怎么不培育？你为什么要灭掉西藏人呢？西藏人难道比不过一个熊猫吗？你怎样话意思哦？人种哎，人种也是要被尊重嘞，你不能只保护物种嘞。熊猫在培育啊，台湾人喜欢弄，不就 M 1 7 4后代要不见了吗？了解吗？这个是种族灭绝，这是来下一章。这是联合国通过的哦，1951年，什么叫做 Convention on Prevent and Punishment of Crime of Genocide？ Genocide 是那个哈、哦，这里面你们自己去看，自己去上网哦。联合国通过的哈、哦，什么叫做种族灭绝的定义？怎么样避免它的惩罚是什么？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人家可以对你怎么样？国际法庭会对你做什么 ？OK， 今天讲暂时讲这，待会休息再回来。
各位同学，咱今麦下课休困十分钟，好、哦，下课休息十分钟。还有上过高级班还没过来我这边签名的，麻烦过来一下。有上一节签过就不用了。好、哦，已经上过高级班，然后这次补初级班的。